就是用这个招数，恁家放一个妖怪嫁袂出去，哈？你若看到查甫对恁家来，拢叫恁家的奴才讲，也迄个卖婚纱，红红红死死，你知影？阿起来，你看机会。我真正尊重你，我叫你阿娘，我当二十八年啊，我搏起来吼。哟！快想到这个人画画大灯，那会逼车去。逼车，咱几个人拢软去，你知无？我听着，大灯还是恁啦。人咧洞房，恁来创啥？今年敢对太祖太保无礼？太祖太保，你讲像咧太祖太保？像是太祖太保啊？唔知啊，是咪太祖太保嘛？同款。今朝你讲我听着，看清楚啦。阮这个烟斗飘撇。高义又个英俊的后生，就是太祖太保啦！啊，慢车行来哦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小小行一下就好。看到这边来。哎吼！为什么伊画大大的笔车？不是什么人，凊彩人拢会用笔车。伊卖讲笔车，伊就算离开啊，人嘛足爱伊的，因为伊就是当今太祖殿下。好，老爷，你是太祖，你讲这位笔车，我做啥？就是当今的太祖嘉庆君。太祖殿下嘉庆君。啊！跪了！哎呦，太祖啊！要下一个啦！要下啥？要下啦！那恁祖囝。你是甲鬼生的命，你这样硬要累啦。有啦。你这人开讲话安尼才实在啊。因为恁爸嫌嫌许鬼惊死。我本来我今仔中欢喜，我啉足侪酒的中欢喜，我安怎要洞房？我要一世人，我做查甫，我也唔捌安尼这刺激的。我较早拢今仔讲好就去啊，对不对？唔捌叫安尼叫不来，结果大哥，即久唔捌听过迄句对来，大胆安老爷，你竟然叫你的总管将阮妹昏倒在地，然后才叫恁查某囝来骗婚，你该当何罪？启禀太子，你嘛看到阮查某囝，你就知影我这个做阿爹有偌为难。伊确定是查某的，太子。太祖，你莫安尼讲，我足艰苦的。我嘛讲，你确定是查甫的吗？阿爹，叫太祖。我即摆咧求饶啥？你莫阁讲咧，我甲你破死。我知啦。对无？我生这个查某囝，自十五六岁开始，就一直咧四界养托人做亲戚。来那边上到伊，无靠长伊的真少啦。啊！我为人家安尼对无，我一定爱想办法紧甲嫁出去啊！你无啊，大概吼，若相亲就去用拍成兼家督啦。啊！伊敢无阿娘通替伊做主？是嘛？莫讲着阿娘啦，因阿娘上可怜啦。迄出事的时阵，三宝抱伊出来吼，去予阮某一个看者，一看到尔，阮某就断了。出事的囡仔时代，看起来断脑筋，你搁逼嫁我？你爸险险徛着鬼，阿无安尼是要谁来给我传宗接代啦？啊，恁老恁某是生出真歹是无？我某嘛真水啊！啊，闲啊，那我也知。阿爹，你不是不知啦？其实，太祖，我跟你讲，太祖，你是听到我姓氏，你感觉足感动的，你目眶红红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阿爹哦，伊歹讲，我讲给你听。在我未出事之前，伊是我阿爹，伊当然嘛唔知发生啥物代志。尾仔到阮阿母了后，十个月了是生我。尾仔我较大汉了，一直问我阿爹，我阿爹一直无爱承认。尾仔我阿爹讲好啦，我讲，因为当天
你就是跟我阿母去看鬼仔片啊！阿母啊，阿都，阿十个月后就生我嘛。所以我不得已，我才会想这个办法，想伊要甲嫁出去，啊，我有他传宗接代啦，请太子原谅啦。是的，安老爷，是。你为着你的查某囝的婚事，你竟然随随便便都要将人要昏倒在地，然后叫一人要骗婚，来啊，甲拖去关个，是，关关心门。是，来来，我求你啦，等你啦，稍等一下啦，稍等一下啦。你竟然要抬，你就抬死我好啊！我跟我讲要抬，竟然若要抬嘛，用来安老爷甲安小姐做抬，动嘞动嘞！大玲啊，你一定爱听我讲，你竟然要抬，你就甲规个甲我抬死好啊！是安那？因为较认真讲，较认真讲，因为我是世间上相爱的人，竟然叫要叫你抬死啊！你就先甲我抬死好啊！阿爹，你最爱是你。是啦。啊，太祖，你是安那人艰苦，你活去后边创啥？太祖，你活过来，你活你，你面对现实，你乖乖。哎，太祖拄只唔知骂啥物叉叉哦。嗯，不，这是安尼啦，因两个是我自做囡仔，就捡倒来饲，饲到这大汉，一个咧做我的总管，一个咧做我的走干啦。你嘛是为着讲我清楚，什么甲我？你袂用介意我阿爹啦？无啦，大兄，你唔敢讲，我来讲啦。自细汉，阮爸母就较早死，拢是老爷收留阮，给阮大兄做总管，给我做走干啦，所以。阮大兄伊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不知是倒位去破着，去会介意着大小姐。哦，你讲的敢有影？你讲的敢有影？哦，你就是我伫世间上相爱的走人。我袂，我袂，因爱即马较讲呢。安尼我都免母弟母教啊，你嘛较早讲嘞。无啦，老爷，这是因为我甲小姐的身份差伤济啊。我因若是愿意嫁给我。我有世人一定做牛做马，好爱伊个啦！你，我你讲，看伊个面，你免即世人，你免后世人，即世人你就做牛做马。阿爹、啊，你敢真正是阮阿爹、啊？我嘛怀疑，你咱本来生就。这个我也是差煞个。这件代志，是阿娘入这个节目以来上该感动的一件。爱你无条件。那爱到就算死嘛唔惊，你看这个囡仔，连这个孝顾袂落，伊嘛要甲伊生囝。世间这款的情爱，真是使人心疼。对啦，对啦，我来讲，来讲母啊母，这安尼好啦，哦，对，阿麦啦，这有影可怜啦，生着鬼仔囝哦。啊，今仔总算有一个成熟啊，啊嘛无害咱安怎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啊，啊伊即马含伊啊。好啦，拢装起来，拢装起来。多谢太子，多谢太子，多谢太子。哎呀，唔是你啊，来来房间。老哥，你即马来做啥？哎呀，啊唔是，我就会当带伊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带伊，啊那唔爱老爷讲。太子，太伯太子。太子太伯，太子太伯，你今麦是要去？太子太伯，我想要跟你回信嘞。先来哟。我有新买的人啊。我紧啦，哎，这算大，这太子做大官，你若有一个好的归宿嫁过哦，老爷替你欢喜啊。对啦，是啦。袂用的，人既然有新买的人，咱就袂用将伊拆散。爱互因亲像这对共款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介意是甚物人？我介意的，我自细汉就失去父爱，所以
我甲伊的是老爷。好，阿弟啊！嘘，想袂到，想袂到，做囡仔我就甲你念念念念，我这大汉，你大汉了，我你甲我念，安尼啊。阿弟，迄个比我较老，对不对？阿弟上个老的，对不？我看伊嘛，佫无几年就当了。不过我感觉你看起来太老。大哥啊，好啦，小等下衫好去烫烫的啊吼，人一人一家带，讲嘛随人猜，咱唔好去插人，知不？嗯，阿弟，嗯哎，阿弟看到我嘛惊着，你有咩过分咯？哎，小等下哦。哦，你足自然的，你拄只拢无假，你知？哎，我讲，真正惊着呢。阿弟啊，安那，啊伊啊新婚才嫁伊哩，啊伊啊那嫁哩，安尼阿伯我着爱叫伊阿娘。